你好，我叫维乐明，这是我的爱好。我每天早上8点钟上学，我上7年级。在学校里，我上7节课，我上历史课、语文课、数学课、科学课、音乐课、中文课，还有体育课。我在下午3点10分下课，然后我打篮球，我打了1个小时的球。教练说我打了很好。打了球以后，我做作业，我做了2个小时的作业。做了作业以后，我去踢足球。我踢了2个小时的足球，教练还说了我打了好。踢了足球以后，我吃晚饭，然后我去睡觉。周末我打球、看书、睡了很多觉。每天在晚上8点钟，我吃晚饭。我常常在晚上8点半洗澡，然后在9点钟我睡觉。在周末，我和我的家人都喜欢玩 apples to apples，我们也喜欢看电影和滑雪。在周末，我和我的爸爸也去跑步，我们都喜欢跑步。我们通常跑1个小时的步，爸爸说我跑得很好。我和我的爸爸还喜欢打乒乓球和自行车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